不希望抽到中间的位置。我最想要抽到的是三，还不如不给我这个壳，还不让我跳最后一个。这个吧，我也觉得是这个。好。我好害怕呀！啊，不行。几号？对不起你，我绝望了，怎么办？究竟谁会抽到第一位出场呢？我绝望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相信你椰子面膜会助力叶雨涵的。是的，毕竟都是叶嘛，对吧？对啊。这一组的两位，我其实都非常的了解。叶雨涵，我觉得我可以读懂他作品里面的表达。那田艺是去年《明日之子》第二季的亚军，也是来自于我们魔音赛道，声音也很特别。我太期待他们今天的合作了。小王子，然后一个皇冠。他的字很漂亮，很清秀，而且我觉得会爱读小王子的人都就是内心很有想象力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小王子这本书。有这本书，到我一起找他。哦，好的，太好了。他是坐在了地上，他头顶上有一幅画，很孤独的感觉。Hello， 你是小王子吗 ？Hello， 这个是给你的小王子。啊、oh, ，谢谢。你喜欢这本书吗？我喜欢。你喜欢这本书的哪句话？我喜欢他第一面，其实印象还挺好的。我很高兴他问我的是，那你喜欢里面的哪一句话？让我觉得他在跟我去达到一个频率，看一下我是怎么样的人。对啊，我有听你的前面几首歌啊，很酷啊，我很喜欢那个歌词啊。啊，你是喜欢很迷幻一点的音乐？对对对，我是会比较喜欢那种。你是比较想要就是比如说我拿一首原创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改编合作呢，还是说你觉得好啊？哇，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聊，就一拍即合。我是内心还挺激动的。对，因为我最期待的搭档就是叶雨涵，我觉得我们俩音乐品味方面有些很像的地方，然后思想上面呢会有一些共鸣的地方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歌词。你这首歌的主题是白是吗？嗯，我觉得你好像还挺适合这个颜色的。是吗？嗯。这次大考对于叶雨涵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那我想去认真的备战这次大考。我觉得咱们这首歌很好听啊，我对我们的作品还挺有信心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其实两个声音都挺薄的，可以加一些 delay， 包括混响。叶雨涵这一组会有点担心了，双人合作要调到同一个频道，这个其实挺难的，因为叶雨涵他是一个需要感受的人，希望四火能够稍微主动一点，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让叶雨涵了解他和感受到他。想跟你做一个事情，就这种事可以直接就是说让对方感觉到一个情绪的状态，比如说我叫你名字，天意，叶雨涵。和叶雨涵的合作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合作的意义吧，因为像之前我就是对一下旋律，就没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更真诚的一个交流吧。对，那我们来击个掌吧。这到底是什么？谁教你的这个点？没有啊，就 give me five 嘛。OK。啊，真的帮他拿着哎。今天我们这首歌它比较特别，是我在这里写出的第一个新的颜色。我希望我的白色是一个能够给人带到进化的感觉的白色，有另外一个人能够陪我一起站在这个台上，
我非常有信心能够做好这场演出。我希望我能够冲进九大预备厂牌，因为我还有歌没有唱，我希望我能够把那首歌唱完。好啦，我韩姐真是散发着光。大家好，我是叶雨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艺田思火。我们的组合名是，来击个掌吧。击个掌。对，其实是因为我可能平时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比较内向，然后田艺他每次在我们训练结束之后，他都会很可爱跟我说，来击个掌吧。鼓励，互相激励。
Give me five 吗？因为我觉得这是田艺给我的力量，所以我们的组合名就叫来击个掌吧。对，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我觉得叶雨涵真的是一个既干净又单纯，而且还特别认真的一个女孩。哎，哎我的个妈呀！可能对于我来说，我之前的歌曲都没有太多的温度。我觉得这次我跟田艺合作，让我的歌突然间有了交流感和温度，所以我很感谢田艺。现在，请为叶雨涵点赞。点赞结束。我想跟场外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，今天场内所有的点赞是一赞算一赞，跟场外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说场外的点赞数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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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。如果你们喜欢他们的表演，请为他们点赞吧，谢谢。其实我刚才看到叶雨涵和田艺第一个出来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感动，我真的完全进入到你们那个状态里面，刚才就是像夜空中的两颗非常闪亮的星星。谢谢老师。谢谢龙老师。真的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真的就像我就有一种老父亲般的听说你好像很早就来了。我是25号吧，7月25。你是几号来的？29。那今天是应该是我们磨合的第八天。所以你来这么早是为了要是早点见叶雨涵，然后哦，喜欢音乐更喜欢叶雨涵。好，那现场的点赞数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我们一起看一下他的点赞数吧。我觉得应该很高，300多。谢谢谢谢。哇，270。我们走吧。看表演，请下一组选手红一诺及其帮唱嘉宾 Rise。